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马上就要过年了。年前的话，我们就不再上新款了。目前的话，家里面剩的衣服、裤子加上衣，总共是12件衣服。然后就是裤子的话，码数都不全了，上衣的话都是均码的。今天我们就全部都是清仓。然后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穿的码数啊，有的话你再去下单，然后看准了再下单，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全部都是比拿货价要便宜啊。朋友们也懂的，我们就是可以说是赔钱甩卖的。这个打底毛衣上身效果是很好看的，而且这个是不容易起球的。然后之前的话我们都是69的，现在也是啊，全部都是赔钱甩卖的，只剩一件绿色的，很显肤色的一个绿色，它是均码的，就是胖瘦都可以穿的，上衣的话都是均码。然后还有这件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件外穿的啊，然后它就是开春的时候可以穿，一个白色，一个黑色的，然后一件黑色的也是就剩2件了啊。还有这个打底，它是一个桃心的，一个高领的，这个也是卖的很好的，我们卖了200多件了，这个也是卖的很好的。然后这款的话也是弹性非常好的，胖瘦都可以穿。还有就是这款短款的羽绒服，这款羽绒服的话反馈也是非常好的，它是不挑年龄的，上身效果也是很好看的，一个米白色的，一个咖色的，它底下是可以收拾的这种，这个是一个咖色的，咖色也是很好看的一个颜色。然后就是裤子了啊，上衣也就这几件，然后剩下的都是裤子。裤子的话像这个小脚裤啊，给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小脚裤可以这么给朋友们说啊，它是零退货率，没有一个人退货的，加绒的一个小脚裤，但是这个码数是一个最小码的，看有没有朋友能够穿得上的啊。上身效果是很好看的，里面的绒全部都是这种绒，特别厚实的。还有这个烟管裤啊，非常洋气的一款烟管裤，也是最后一条啊，看看有没有适合的朋友能穿得上的，价格很给力，很给力的。烟管裤还有这个卫裤，它全部都是加绒的，里面的绒给朋友们看一下，就是这种婴儿绒的，质量是非常好的，没得说的。这个也是最后一条，也是一个小码的。还有一款就是我身上这种毛呢裤了，这个毛呢裤的话是仅剩最后3条啊，2条米白色的，1条咖色的，看一下有没有朋友们适合的码数啊。然后这款的话咱家也是卖了200多条，反馈是挺好的，后面的话它是两个夹口袋的设计啊，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的一款裤子，它不是加绒的，就是过完年以后也可以穿2-3个月都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这种厚度的话就是这种适中的这种厚度，很好看的一款裤子。这些就是我们剩下的衣服了，然后你们有合适的码数的就赶紧去下手，手慢的就没有了。非常感谢朋友们这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，然后提前祝朋友们元旦快乐。最近的话我们就是更新视频的话更新的也不及时，因为怎么说呢，我们每天在县城啊，也就是每天都是这种生活琐碎的小事啊，也不想每天都是重复的去拍，自己都感觉没什么意思，我们也不想专门去制造一些话题来增加播放量，所以的话就想着有什么就拍什么，以后还是这种啊，把真实的生活展现给朋友们。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厚爱。